か。你少喝点，就你那点小酒量。哎，我现在酒量不错，我这样的杯子，我至少还能喝两杯。我看你是两杯倒吧。哎，伟芳，我从来都没有见你喝多过。哎，你要不然今天喝多一次给我看看吧。哎，对，我也没看过。大家是不是都没看过魏峰学长喝醉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们这帮人这看热闹不怕事儿大。对，那咱们就给魏峰学长上酒呗。哎。那我去拿吧，我收拾的，我知道在哪儿。程明，你真的是变坏了。嗨，对不住了，魏峰，我这有钱。我陪你捡。好呀。就靠你了，多拿一点。他今天必须喝多。哎，两个人一起去啊？还回来吗？不一定。两个人一起去。玩什么？哎，快点吃点吃点。来来，这么好吃。来。想不到法门庄园还有这么浪漫的地方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下去拿。你一个人搬得动吗？搬得动。你在这儿等我。成明，怎么了，成明？成明，成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成明，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会怕黑了。小祖宗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你居然还有精神出来练成功，真是一只活泼的小兔子。我说昨天晚上睡觉房间怎么那么空呢？原来某人昨晚过得挺滋润的。滋润个鬼啊，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念台词，害我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圈这么重啊，你昨天晚上跟张艺勇干嘛了？别跟我提张艺勇，昨天晚上把我踹下去三次，我刚上床他就把我踹下去，刚上床就把我踹下去，后半夜像个八爪鱼一样，身上长了吸盘，你知道吗？扒着我不放。你还笑？我来告诉你，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梦里说雅丽是我一辈子都想追求的人，追求的女神。我一辈子都要爱。说什么呢？你说你呢？来，拿着。啊，谢谢。收好啊，我应该的。雅丽，这个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早餐。谢谢。早啊。Hello。昨天说好的四个人一起住呢，结果昨晚就剩两个人。你们昨天干嘛去了？你昨晚上干嘛去了？你看他们这个样子，还能干嘛去？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们看无处可逃了吗？我想知道凶手是谁。冲着右这几个走进来。我刚刚正在查凶手是谁。凶手肯定不是那个摄影师，谁会把证据放在自己家里啊？凶手啊，肯定是杜川自己。可能是杜川，你看没看过原著啊？
我没看过原著，我也觉得像陆川啊。如果是施害者，他不可能那么哀伤的呀。哎，哈喽，走吧走吧。走了走了。陈明，佑之琪现在演的《无处可逃》这么火，热度那么高，看来他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说明演员还真的是应该选一个好戏。他那个时候在剧组吃了很多苦，他都挺过来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挺为他骄傲的。这部戏能证明他自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毕业大戏马上就要来了，你男朋友要越来越忙喽。哎呀，你是这部电影投资人的女朋友，那就是老板娘了。哎，以后多照顾照顾我们家佑之琪啊。嗯，那就要看看他的女朋友要怎么样做了。您请，来来来来，我扶您。叮咚咚叫我们来说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们都到了，他怎么还没到？大牌总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嘛。成明，你怎么还在看剧本啊？你说你是喝水也在看剧本，吃饭也在看剧本，连上厕所都在看剧本，你是不是魔怔？毕竟是毕业大戏嘛，我肯定想好好揣摩一下剧本。但是你又不是女主，这不就几句台词吗？怎么说话的？知不知道为什么星爷可以叫喜剧之王？但是因为不管几句台词，他都可以做到让人难忘。学着点吧。嗯，成明，我简直是对你刮目相看。芳芳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要当女一号压力太大了？是啊，我现在一睁眼就觉得好焦虑，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我们班毕业大戏的进度和成败。我都不叫方雅丽了，我叫方压力。哎，果然啊，女主角不是那么好当。雅丽，我觉得你真的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你看你的舞蹈在我们班是最好的，我们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可是有些同学大学四年，这是最后的舞台了，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影响大家。我一想到这儿，我都要崩溃了。依我说吧，要是戏份平均点就好了。你说大家辛辛苦苦四年，不就是为了个毕业大戏吗？哎，有些人连两句话都说不了，怎么了？人家不配啊？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有道理。我第一次那么认同你的意见。异性色见略透。同学们，有个新的消息要告诉你，我们的毕业大戏剧本改了。啊？其实呢，在我们的毕业旅行之前就有了初步的想法，要重新写剧本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毕业大戏的主角。然后在火锅宴上，我又更加的肯定了这个想法，我重新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，重新编排了剧本。每个人独立成段，而且刚刚跟老师们沟通过，也确定了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重新按照新的剧本排练，每个人都将会是毕业大戏的主角。哇，太好了，叮咚咚，果然你最懂我，我的梦想成真了。不过方雅丽，你是我们班舞蹈第一名，所以这次你是 C 位。